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很开心，也非常荣幸，可以再一次看到迪奥跟当代艺术家的碰撞，看到还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男装。首先是最新款的 B30 的鞋子，因为它穿起来非常舒适，而且非常百搭。然后我觉得另外两样就是也很百搭的卫衣还有帽子。今天的 look 就比较的简约，就是一个白色的丝质衬衫，还有一个黑色的斜纹长裤。那衬衫上，我觉得这种绘画的笔触图案，还有这种色彩，就是非常有活力，觉得还蛮喜欢的。我觉得建议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，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风格还有舒适度是最重要的。当然，我觉得衣服的一些小细节可以跟当天的氛围相呼应一下。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触吧。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平常的生日嘛。那当天可能就是生日的时候跟中秋节是在一块儿嘛，就很开心。庄文杰这个角色，首先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那这个角色他的性格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他都是用自我的方式去出发、去思考、去行动。这个点我觉得是还挺有意思的。